我们来到了甘丹寺，这甘丹寺门口全是鸽子，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小孩，小朋友好可爱哦。这个是原来叫一个，就是藏传佛教的三大活佛之一，就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的那个，他实际上是蒙古那个实际的统治者，在早期，结果这个人被那个被苏联人给毒死了，后来佛教被禁止，然后就是这样。但是他的转世活佛的话呢，还在印度的达兰萨拉，据说前几年回来了，那个他还要继续统治蒙古，结果蒙古给他驱逐了。看看我那大佛脚，看见没？待会儿临时抱个佛脚吧。哎，对呀，有讲究。先转转法轮吧。啊，给我这照一下。你先给我照吧。